我是林莎。欸，超久没有跟你同框欸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很多多。今天要宣布一个重大消息。对，就是我出写真集啦。已经上架到尖端官网，然后是独家贩售。这一次新的写真书叫书名原汁原味。原汁原味。是林莎取的。对，也是我拍的。我这次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这个写真书其实是我帮有人拍摄的写真。哎，重金聘请，重金聘啦。我没有抽版税哦。为什么会想帮有人拍，是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就很常拍照。对。然后我们其实都出过很多写真书，但是都是被别人拍。然后我们有时候就觉得，哎，就是可以帮对方拍摄的照片，如果变成是一个写真书，感觉会蛮有纪念价值的，这样，而且他应该也会比较放得开。真的，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真的挑战那个裸泳。我跟你们说，虽然我们平常有做好防护措施，可是在那个玩水的时候，那个胸贴就是会掉，一定要给林莎拍，因为那个我拍拍胸贴就会很飘掉。哦，对，就是真的是全裸在拍摄。上一本我们两个的双人写真，他一直说他很想裸泳，但是因为拍摄的团队，然后还有我们在海边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，就是很放开，很难，因为人很多，对对对，不小心走光就是会被拍照。我们那时候已经在晚上拍了，可是就是还是会很害羞。但这一次就是拍演员的时候，就我们找了一个真的没有人的地方，然后真的就是可以让他完成他的梦想。到底为什么想裸泳？你可以跟大家讲。哎，裸泳很凉哎，是真的没有穿任何，而且是上下都没有哎。对，那个感觉像你可以偷偷给大家看一下吗？一下下，然后一下下。叫原汁原味这个书名，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它有很多很可爱的地方，或者是真的是他本人会有的表情啊、动作啊，然后习惯啊，或者是喜好，在之前的写真比较没有被展现出来的。我之前的拍摄是全裸，但是都是那个位置确定好，然后摄影师再进来看看。哦，对对对。然后我要起来以后，他就要再出去的。对，就是会清场。然后他是直接全裸拍拍拍拍拍，然后就这个毛片是我全裸，就是会跟我说，哎，你等一下就是洗澡不用管我，我就自己拍，你就不用管，你就真的进去给我洗澡。对，就是我就会让他自己去玩啊，或者是可以跟镜头有比较多的互动什么。就是我们在拍的时候，其实里面也有一些镜位是，就想要让大家感受到我有在里面的感觉，所以我会拍到我的部位啦，不是人，还蛮不同的拍摄的方式。我觉得比较私底下，而且这种脱一些内裤内衣那种，就是一定是可能另外一半才看得到的。对，他的视角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半，然后一直狂偷拍。说到偷拍，我们这次的那个写真有两个版本，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特装版写真，然后特装版写真的话就是会有海报跟明信片跟写真书。对，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圆圆之前有出过的特点版。那特点版的话有多了一个我觉得很酷的东西，就是林莎偷拍视角。拍摄的时候感觉是有第三个人在旁边那种偷拍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角度是不可能出现在写真书里面。很可怕，而且我发现你拍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心机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里面有太多，我觉得很夸张哎，我不适合。我跟你说，我前几天去工作，然后呢，要给别人看脚本，我要打开我手机的时候，全部都是我那些照片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个人会不会以为我喜欢你？会以为是被另外一半偷拍？对，然后我就一直想要解释，可是人家好像不太相信。例如说，我在整理行李箱这种，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照片，偷拍视角在特点版才有的。如果任何一张外表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是别人帮我拍的，对对对，很可怕。可是它其实是写真书的照片哦，我就把我自己当成是一个真的是对他有特殊癖好的一个人，就是很想要发现他的一些很私密的东西，所以就真的是超级原汁原味的，真的，我觉得一定要买特装版。那时候看我都起鸡皮疙瘩。然后我觉得这次最开心的事情是可以跟你一起哦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拍摄啊，就是选择了去泰国。我们两个其实都蛮喜欢泰国的，因为我觉得在那边很放松啊，还可以一直按摩什么的。然后又很便宜，然后我们很喜欢吃泰式料理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写真书在泰国拍，然后有一个就是很漂亮的风景跟很自由自在的心情去拍，所以里面展现出来的都真的是很像在
旅游，但是又很像、就是，可是也没有那么旅游，因为你几乎超认真，他真的是一整天，我真的很认真，行程排满，几乎都没有在玩的那种。对，可以说他安排的行程都是很高级。我们是下重本拍摄，对，下重本。我们的泳池是找那种，因为有人想要裸泳嘛，为了要让他实现，就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在那边泳池很大，对对对，玩水那一间就超贵，对对对，就可以解锁一些平常比较舍不得住的饭店，因为他平常如果不是拍摄，我就觉得有点浪费，有点贵。服装造型很多，因为有很多都是我每次都会丢一堆我喜欢的给他，叫他买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计划好的时候跟飞去拍，我觉得很赶。一两个月啊，我们说没有到一个月吧，两三个月啦。可那些衣服就没有来。哦，对，我们有一些买好的衣服来不及在我们出发前送到，所以第二本，下次你要不要帮我拍？如果大家有买的话，我们卖的超好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因为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套，一定是裸泳那一套。裸泳的，还有哪一套？那裸泳的不算一套，因为它没有衣服。我们有一套是原穿制服，然后因为那制服其实蛮透的，然后他在泳池就变全部透明，就变全透明的。哇，有人很喜欢吃冰块，对，所以我有一卡就是直接就是好，那你就吃。还有一卡是他说我失恋了，然后叫我在那边感觉是失恋很难过的感觉。那一个照片也超好看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看。你要不要说一下拍摄的时候最印象深刻的事情？最印象深刻，你就是很贴心啊，就是都会早上起来准备那个我喜欢的黑咖啡给我喝，而且会偷偷准备我喜欢的冰块，我就觉得很感动嘛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是会聊天什么的。对，印象深刻都是我们比较私底下私下的。对啊。好，那我讲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啊，就是那不是啊，就是超好笑，但是拍摄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吧，然后我们就去逛街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超想要买那个沐浴盐还沐浴球，然后他就买了一袋，就小小袋，我们就会买了一袋小小的沐浴球，对对对，然后回去的时候放进去，那个泡泡是直接把整间浴室淹没了，那个很好笑，超夸张的，它小小一颗，它让我们整间浴室都变全部满到不行。对，然后后面清的很辛苦，清不完吧，它消不掉，浴缸大概是这样，那个泡泡大概是哎深到不行，哎我深到我的头跟我全身。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第一个突破就是圆圆真的完成他的梦想，就是去裸泳。另外一个突破就是我们有比较不一样的偷拍视角，可以让你看到哎就是怎么这个角度，然后再来突破就是我自己帮他拍摄摄影跟我们自己被拍是完全不同。我觉得拍照会有一种，我觉得你拍压力应该比较大吧，使命感，对，就是我会觉得压力很大，而且你要告诉我什么姿势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们有时候被拍就是真的是要换换衣服，然后融入在情境里面这样就好，可是拍摄就是要考虑好多，就是附近的东西 啊，然后整理啊，你都一直对对对布景什么的，对，你真的很用心，真的，他都会说等一下我们那一趴要带什么东西，然后他就带超多东西去，然后开始对，就真的跟拍摄的时候要想的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自己还很喜欢。如果不我喜欢拍摄还被拍，我应该喜欢拍摄。好，我喜欢被拍。好，那下次就我继续拍你好。那这一本写真书会在尖端官网已经上架了，会有两个版本。上一次是比较热卖的是那个精装版，对对，因为它有两本，然后另外一本就是不可能上书店，因为它尺度会比较大。嗯，然后这一次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去买那个精装版，因为它很快就会完售。嗯，然后这一次如果卖得不错的话，我们又可以马上拍第二本了。好哦，哎，这样子我可以拍到三十几岁？可以，我可以一直帮你拍。真的吗？对，你那么忙，我要收钱哦。你那么忙，我们在影片的最后有礼物要送大家。反正就是留言，然后留什么都可以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会从你们里面的那个留言，对，比较特别或比较可爱或字比较大比较多的话，我们就会抽出你们哦。圆圆准备了一本特装版的写真书跟两张海报，然后都会有像我的签名吗？就是反正都会有我们的签名，反正大家要支持这一本原汁原味，原汁原味。对，尖端官网独家贩售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
你喜欢哪一个造型，然后有没有看到演员更多不同的一个面貌，这样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。那我自己本身的写真，今年的写真也在京东官网，然后书店也都有了，三分钟热度，大家可以自取一下。在书店哦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